大家好，我是老祝，看见吧，这还放胆放冰雹，这碰碰哟，昨天来天话说他想要这个小三号过来，我今儿个就给他倒出来，做滚鸡做锅做了这几天就要收麦子了，现在就行动，走快干。这就是给朋友倒那小三合锅，倒好了，明天都给他送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，明儿见，拜拜。